车轮正在飞翔，一点火花，一滴星光，前去天涯，奔去回家，有一刹那想起他，梦那么大，不变的乌鸦，门口有马，空气和马，快想法，快熄灭烟花，连起头发，迎接真他，雨落下了，流水飞翔，心去天涯，眼睛回家，有一刹那如果十秒钟之内他们拥抱了，天就是红的，不然就是蓝的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你又怎么了？你想干什么？我不想再空谈什么革命了，我要走了，我要去从军，我已经决定了。不学画画了？画画救不了中国，那些军阀是永远不会为艺术所感动的，只有拿起枪去消灭他们。去革命去吧。对不起老师，我太激动了，谢谢你教育我们一场，我们走了。这军事哈拉氏命令金野弥先生、银野弥先弟兄二人做先行官，干什么呀？去打听宋。在我十五岁的时候，带领一手妈妈死了，有一千左右吧。他留给我这把唯一的琴和我唯一的手艺，就是拉这把琴。妈妈说，拉琴的时候会有眼泪流出来，可如果有太阳或者风筝的时候，我仰着头就永远不会有眼泪流出来。可是我必须低着头拉琴，我就想有一天眼泪会流出来，滴在我的脚上，浸在旁边的泥里，渗下去，变成那时我从没见过的海，大海。拉琴了，
交给我们，艺术是人类的精神家园，可我们的人民，他们连自己的家园都在失去，他们不需要艺术。什么狗屁艺术，那只不过资产阶级的走狗。老师，你告诉我，艺术会使人变得敏锐，可你竟然是如此的麻木。老师，你平时不是最喜欢用红色吗？红色是什么？是我们中国人每天都流的血呀！跟我们一起走吧，老师，让我们用我们的鲜血去拯救我们的国家。醒醒啊，老师！如果他们真的割腕，我就跟他们走。如果老师，张通他打仗居然带着画布，他不是说人民不需要艺术吗？他需要。老师，我常常在想，到底谁是军阀？为什么我们每一个打的军阀也说要打倒军阀？而且我们也没有根据地，伤员也带不走。跟你妈的一模一样，天生就是拉琴的手啊。我生下来就是不会说话的哑巴，妈妈说这样好，可以专心拉琴，可我能听见鸟儿、河水、下雨，最多的是下雨，还有樊伯伯每天说的书，精忠报国，杀尽俘虏。我不会写字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只觉得男人们就应该像书里说的，白衣白马，勇敢去死。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男人，就像我们这里很少有太阳，我们这里也没有马，所以他们在坐马，让马骑着他们，为了我们每年最大的节日——奔马节。去找你的姑娘吧，唱吧，跳吧，啊！
着急。我也愿意啊，让他再多跟我两年，舍不得呀。再说，要找也得找个有钱的人家，不能让孩子。哎，沈哥，哎，怎么不在村里教书，跑这过上节来了？啊，孩子们都带来了，你看，高的矮的，胖的瘦的，爱玩的还有不爱玩的，让他们给见识见识什么是名酒。十八，不是吧？沈哥是惦记我们小红的胸牌吧？哎，胡说，胡说嘛！这么多小伙子，每年打鱼哥、采茶哥、放牧哥、结婚哥，还有资本哥，那都白唱了。不要说我这个乡下从教书的一个老光棍的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哎，我告诉你们，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建大洋到底背面写的是什么。真的，这个是你的抚恤金，这是军官荣誉证明。等你伤好了，还是回来画画吧。啊，老师，会有那么一天吗？哎。你别想那么多，好好养伤。这村里会有好心人的。老师，把我的手印在您的画布上吧。我虽然没死，但被扔在这儿，与今生不能再见了，留个纪念吧。岸的云烟，在手指交汇之间看穿过空气的阳光耀眼，在你我之间，在天地之间，谁转过身遮住脸，不忍看一对青春走远。在宿命降临之前，带一把有风霜的剑出发，在终点出现之前，看一眼风起云落的天涯。在相遇之前，在离别之前，谁仰起头看一生，无人说一句萧瑟的话。我很同情你，也很理解你的爱国之情，但本村是世外桃源，从不参与政治，也从无一人当兵。如今收留一个军人，恐有后患呐，还请长官恕罪，另寻栖身之地吧。没有村里人担保，我作为村长不能收留你。
你是少尉？中尉？上尉是吧？打败了。想在咱们这儿养伤？伤是养不好，想在这儿住下，没人担吧？哎，我可以担保你，但有个条件。说，我想要你这身军装，戴这帽子，军刀，皮靴，枪，钢笔，行吗？这些东西我这辈子也不想要了，但是这双鞋我得过活用，这箱子是别人的，其他的你统统拿走。哎呀，这我谢谢你，谢谢。啊，这是风筝。哦，有风的时候它会飞得很高很高。可我们这儿总是下雨，它怎么飞呀？没关系啊，太阳出来它就会飞了，飞得比那山还高呢。真的吗？是啊。那山外面的人也能看见喽？看得见，看着它呀是永远不会迷路。那我想求求天，什么事儿它能给我带去吗？能，只要你许个愿，他就给你带到天上去。江水抬眼这么一望，精忠报国这四个字抄写20遍，听见了吗？听见。好，开始吧。继续啊。哎，听说风筝生意好得很啊。这四乡八里婚丧嫁娶都争着来请旭雄的风筝，什么蜻蜓、蝴蝶、老鹰、蜈蚣、关公，听说还有上帝。我这都是雕虫小技，比不上圣兄啊。啊，教父育人，而且这是造福乡里啊。哪里哪里，小弟胸无大志，在这混口饭吃罢了。哎，旭雄啊，有什么事找小弟吗？我听村长说，
说村里的人每家出工跟你轮流种这笔地啊，算是报酬。我呢是个废人，不能做什么，所以这块腊肉算是我的报酬。这可真是过年才能一见的上品呐、啊！嗯，旭兄真有闲情逸风啊！圣兄教书育人，又能够告孩子们精忠报国，理应与孔子同仇啊！看什么？去！抄写二十遍精忠报国啊！真是的，乡野孩子，让徐兄见笑了。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啊，请说嘛。要教孩子读书报国，对，能不能别教孩子打仗了？哎呀，徐兄你放心，这是世外桃源，从来没有人当兵打仗的。哎，不管他是太平军、湘军、义和团，还是护国军、护法军，你放心。那就好。哎，徐兄，今天的风筝这么素，是谁家的丧事啊？陈继仁儿子的忌日。谢谢徐先生。自从老夫丧子之后，便到这里来隐居。老来无子，凄凉啊！陈公节哀啊！旭也是孤身一人流落他乡，承蒙乡亲厚爱。旭打算在此终了一生。旭先生也相信命运？本来不信，可是人生无常，又不得不信。老朽当年请人给小儿看过手相，便道命途多舛，想不到真是天命难违呀。手相真的这么准吗？手相暗合天地，人生脉络尽在其中，真乃造物之玄机也。啊，那陈公是否教教旭？老朽这有一本相书，已倒背如流，就送给旭先生吧。教师，投降吧，晚了。
我其实一直在梦想有一种东西在天空飘荡，那时我不知道这世界上有风筝，就以为只有太阳。后来想想，在常年下雨、太阳很珍贵的地方，风筝也很少有机会会飞翔，所以珍贵的东西总是很少的。如果我真的到了整天是阳光和风筝的地方，也许我就会想念雨了。班长，不用上吧，不用上吧，不用上吧，你腿脚不方便。哟，这马可管大用啊！慢走啊，旭哥。哎呀，旭哥，听说买了匹好马。耶，嘿，好啊，好。这刚下课我就赶来看看。好好好，真的好，真的好。我腿脚不方便就靠他了。哎，那是。行吧，哎，我给你，旭哥，给，旭哥，这匹马要好多钱吧？至少也得2块大洋。5块。天哪，比咱们这儿买个老婆还贵。哼，旭哥，你买了马是想要走了吧？上海，北平。法国，对不对？我哪儿也不去，就在这儿待着。那你干嘛不在咱们这儿找个老婆呀？我是个废人。废人？你不就瘸了腿吗？是个废人。我别连累别人。这都是你们城里人的想法。咱们这儿的姑娘嫁了人，那就是要伺候别人的。缝缝补补，洗洗晒晒，冬天还能帮你暖被窝呢。啊，你做风筝呢，他还可以帮你打个下手，还可以帮你照顾那匹马。真的？多少钱？2块大洋。你怎么不去？我？我没有房子，我又没有马，没有绸子，没有缎子，我哪像旭哥你，手艺这么好，姑娘嫁给你那是不会吃苦的，哪个姑娘不愿意？那些当爹当娘的那更是求之不得了。好好，这么着，你不总去县城吗？啊，替我物色一个。咱可说好了，我是个废人，跟人家姑娘说明白，我就是个太监。太监？太监？太监？妈妈说，女儿就像天上的雨，总要落进河里，流进海里，沉进深深的蓝海底，在那儿一点点融化。旭来了，他不能奔跑，也不会笑。爸爸说，旭就是我的河，我要落下了，做一次透明的雨，
我的名字叫红，可我从没见过红。妈妈说，只有最美的女人才能变成红，那需要阳光穿过雨水。我的阳光在梦里，我的梦陪着我，对着这条遥远陌生的河落下来了。这么晚了，你们在这干什么？我们在捉鱼，鱼都跑上来了。胡说，下了雨鱼才会跑出来，知道吧？快回家去吧。哎，等等，哎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不要把老师穿戏的事告诉别人，知道吧？快走吧，天要下雨了，大雨，大雨，快！
哎，他怎么这么早就回去啊？我已经两袖清风了，再逛就得逛当铺了。哎，嫂子呢？啊，在家呢。啊。嗯。小红，看，这都是你喜欢的。你看，哎，这是明信片，不是画，是真的，和你眼睛看到的一样。喜欢吗？啊，这个是百老汇。嗯，喜欢吗？哼，来看这个，电车。怎么样，喜欢吧？漂亮衣服，你看，嗯，哼，哦，飞机，嗯，哎，人坐在里边可以飞的，哎，就像风筝一样，哦，好吧，喜欢，好，放着，洗澡的盆，不喜欢，不喜欢，放着。啊，明星，嗯，希特勒，嗯，喜欢放这儿。
毕加索。嗯，瞧瞧，怪怪的啊，也不喜欢。太好了，哎，这些都是你喜欢的。那还算是我的，贴到你店里，这行吧？来，来茶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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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咖啡壶，咖啡壶。哎，你这小鸟，哎呀，大哥。你好，哎，我是在上海学音乐的学生，是吗？来湘西采风，听说您这儿有一种叫红的奇怪的琴，很好听，但是只有一个女孩会拉，您知道吗？啊，知道知道。哎，那太好了。你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这是照相机，拍照片用的。哦，这就是照相机啊，拍出来跟真的一样是吧？对。你背的什么呀？纸锯子，枪，哎，琴，这是小提琴，一种西洋的琴。也很好听，但我还是喜欢咱们民间的乐器。那我领你去啊！太感谢您。嘿，我走了快一个月才找到这儿。您真的认识那女孩吗？羊来了，像许多次梦想，像阳光一样从我指缝中来了，我又变成了雨，回到天上，羊穿过我，我成了红。羊说我的琴声指引了它，羊说我和我的琴是天空下最美的宝贝。我不会说话，不能告诉羊我曾多少次梦见他，我只会拉琴，羊的琴拉得比我好，他说我们的琴合在一起会拉出天下最美的声音。我听得出来，我相信羊，虽然他没穿那身红军装，没有死在我怀里。坐着吃吧。雨下得这么大，没人买风筝了吧？别去了。等等，
生哥，你别说，小红还真有音乐天分。如果她能到上海去学音乐的话，一定会前途无量的。你喜欢小红吗？当然喜欢。我告诉你，我曾经做过很多次梦，梦见一个像天使一样的姑娘，长得跟小红一模一样，眼睛都是像梦一样。哎，那你干嘛不带她走啊？让她去上海学音乐吧。你不说她已经结婚了吗？她男人是个太监。真的？真的。怎么这样？那你的意思说让我带他私奔，他会不会？他会的。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快乐过，自从他娘离开他以后。我发现他还喜欢上海。是吗？外滩、电车、音乐会、飞机、电影明星，他都喜欢。他就是不喜欢浴缸还有舞会啊，该怎么办？啊，我带他回上海，我们私奔，私奔。我已经学会了吗？但我明天就要回上海了，我已经出来一个多月了，学校要开学了。你想不想就这样一直教我拉你的琴，然后我教你拉我的琴？我想过了，我要带你回上海，你去上学，好好学音乐，你会拉着独一无二的琴，你会成为一个真正的音乐家。而且小红，我想和你在一起，我要给你幸福，我们生儿育女，永远不分开。我在梦里见过你，真的，我们是上天的缘分。跟我走吧，明天早上我们开始新的生活。今儿这是怎么了？什么日子？你还记得在县城里你找我要了个风筝，我找你要了个手印吗？你的手相我看过了，那时候我决定娶你。你的命相的最后一句话是终老故乡，
我的命相呢？是客死他乡，所以我们注定是要在这儿待到死。你信命吗？啊？占我北平，侵我上海，屠杀我平民，奸淫我妇女，并欲亡我而后快，把我中华儿女。南北人不分老幼，如果同仇敌忾，手鼠抗战。我江西虽地处偏远，但同为炎黄子孙，誓死不做官套奴隶。况尽到全县父老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全县人民团结一致，共赴国难。各家回去准备要烧的东西，明天一早都集中到这儿，统一送到县城去。大家放心，前方战士努力杀敌，日本鬼子是大不了咱们家的。又要打仗了？上海正在打仗，你还要回去吗？当然了，我当然得回去了。我的家人、老师和同学都在上海，所以我必须回去。而且我已经想好了，拉琴也救不了国，我要去参军，在战场上和日本鬼子决一死战。那小红呢？你要带他走吗？我现在没法带他走，上海太危险了，日本鬼子烧杀奸淫无恶不作，再说当兵打仗也不能带女人，等有一天我们把日本鬼子打跑了，我回来接他。要是你死了呢？什么？要是你死了呢？要是我死了，没人把我的琴给他寄回来。小红最喜欢我这把琴了。不过只要我还没死，我也没心情给他写信。但小红不识字，您看这样行吗？我把信寄给您，您读给他听行吗？行了，谢谢您了。哎，我有个条件，您说吧。我想要你这身衣服，还有你那个照相机。好，没问题，都给您。如果我在战场上死了，会有人把我的琴给你寄回来。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你可千万别太难过了啊。小红，你听我说，男子汉大丈夫，为国捐躯，这是死得其所，没什么可遗憾的。倒是你自己一定要多保重，生哥每周都会把我的信读给你听的。记住，我一定会活着回来接你的，我一定。
想你那双会说话的眼睛，想你那拉琴时的样子，总之想你的一切。文艺完了，这是第几封了？哎，对，第四封。我要是看，你有什么条件？我想要你那匹马。到一百封吧，那匹马归你。你想知道这个人的命运啊？他不安分，太容易冲动，很年轻的时候就死了。红，上海沦陷了，我们撤到南京保卫首都。红，我是爱你的，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，千万将士视死如归，我们一定会胜利的。红，南京失守了，日本鬼子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，男女老幼无人能免，南京已成了一座空城。我们撤到了九江，部队伤亡惨重，好在无数像我一样的热血青年踊跃参军，士气依然高昂。红，中国不会亡，我爱你。红，我们已撤到武汉，全国大部分军队都集中到武汉来了，要在这里和日本鬼子决一死战。我已当上了上尉连长，在上海一起参军的同学们就只剩下我一个还活着，他们誓死不做亡国奴，他们是国家的英雄，我也做好了牺牲的打算。红，你不要难过，人生苦短，能为国捐躯是我的光荣，我会至死爱你。红，武汉失守了，我们撤到长沙，离你那里只有600里了，我已给长官写了血书，誓与长沙共存亡。红，我要用生命保卫你的家乡，保卫你，我已把你的地址给了卫兵，如果我牺牲了，他会把我的琴给你寄来。红，我爱你，真想再见你一面，真的。说杨很年轻就会死，杨真的死了，
我不知道是应该恨日本鬼子，还是应该恨命运，或者恨我自己的那个梦。我不再拉琴了。妈妈说的对，拉琴的时候就会有眼泪流出来，所以妈妈很早就死了。我也不再看太阳，那会让我想念阳。我不再做梦了，也许旭说的对，我命里注定要终老故乡。红，你放心吧，你没事儿。医生说了，你就是着了点凉，过两天就好了。我看过你的手相，可好了，命长着呢，比我好。76，77，78，79，80，81，82，83。这封信是不是你伪造的？嗯，是不是你伪造的？是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是为了那匹马，还是为了红啊？他是不是出事了？不知道，兵荒马乱的，信也送不过来。这样吧，以后用不着你伪造他的信了，由我来写。写好了，你念给他听。等他病好了，那马还是你的。羊去了天上，可信还是再来。圣告诉我，这些信都是旭写的。旭的信写的和羊一样好，一夸我的眼睛，我的琴声，我的嘴唇。虽然他从没吻过我。圣说，旭写这些信是想让我的病好起来。我的病好了，可风筝店的生意越来越清淡，已经很多天没有来过人了，许只好去县城卖风筝。身的比山还要高，让每个知道人都看见。
明儿一大早去把风筝店关了，然后收拾好所有的东西，我去雇一辆大车，后天咱们就离开这儿去四川。玉哥，你的了，谢谢旭哥。哎，吃粥吧。哎呀，嘿，旭哥，明天我帮你一起收拾吧。不用，没多少东西。好在小红的病也好了，你们一路也多加小心啊。我有个事儿一直想问你，说嘛，旭哥。你为什么把红嫁给了我？旭哥，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现在马上要分手，以后兵荒马乱的，也许见不到了。我实话告诉你，当初我把红只是放在那里，并没有给你。我是个太监，那你为什么不娶她？我从来没敢这么想。你是在等她？不是，我是在守着她。守着她？女人守得住？小红不是女人，小红是月亮，月亮只有阴晴圆缺，永远不会变老。小红不是月亮，小红是风筝，有了风它能飞得更高。可是线牵在你的手里，风是从山外来啊。旭哥，你不也从山外来？我，我早死了。有信来，哎，是县里来的。哎，红，十万火急。十天前，日本鬼子占领了凤凰，禁止一切反日言论。范老头坚持在茶馆里说当年戚继光荡平倭寇的故事，引得无数中国人来听，被日本鬼子发现了，范老头被鬼子拖到茶馆外的街道上斩首。你爹被鬼子砍掉双手，小红可残忍的爹随你两天杀害了。哎，小红，小红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，小红，你醒醒啊！你，小红，你要挺住，挺住啊！我要去杀鬼子，我给你爹报仇，给你爹报仇，杀了他们。小鬼子。小红，我现在就去，天黑前我就回来啊！答应我一个条件行吗？要是我还能活着回来，你就把那个羊的那个小提琴送给我吧，行吗？
哦，要停住啊！等住啊！兄弟，行个方便，放我进去。这是哪朝哪发的钱？大喜红小孩呢，现在是皇军的天下，得用皇军的军票。哎，把门打开，让我进去，我要去杀鬼子。真的？那我给你开门。杀了几个鬼子，杀死了。我去茶楼了，都烧没了，就剩了这点儿，给你留个纪念吧。哎，早点回去吧，明天一早你就该走了。明天一早我也走了，闯了这么大的祸，不跑也不行了。哎，你是不是看我穿这身衣服觉得很奇怪？你喜欢我穿这身衣服吗？真的？可是，我这个军官是假的。小红，明天呢，我就要去云南，或者是广西、贵州、青海、新疆，找个地方去教书。我这人这辈子注定当个教书的穷光棍。回去吧，徐哥等急了。明天我们就各奔东西了，小
我走了。这些年来我一无所有，临走收拾行李，发现包袱里的每样东西都是你的，包括现在给你写信的这支钢笔。你能打中那个稻草人，就证明是你干的。生死了，那个要带我走的男人都死了，我会记住你们，就像被风筝记住的天空，被雨水记住的海洋，我永远记得你们的红军装。敌人是注定会死的，就像太阳注定会升起来，而你们注定会离开。